汉卿。嗯。哎呀，胡闹，你怎么跟孩子似的？我只是想看看，我跟我父亲到底像不像。你是不是又想大帅了？我今天已经36了，可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知道。你知道什么？你是我的爱人。走，我带你去看看你的生日礼物。哎呀，有什么看的？白天不都看过了？送的无非都是那些个什么古玩瓷器啊，就像过80寿辰似的，有什么可看的？哎，不过委员长送给我的那把波斯军刀我倒很喜欢。兴许还会有两件你会更喜欢呢。走。哎，闭上眼睛。睁开吧，这是我绣给你的。不是生来偏爱蓝，源于神姿自天然。新竹碧草摇清风，绣得幽香沁心甜。好，实在是太好了，谢谢你。你可真是我的精灵啊，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韩青，你最喜欢的是兰花，虽然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但是还是让我慢慢发现了。这个可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你也是本色天然，兰心蕙质，怎能不叫人怜爱呢？人家都说温柔乡是英雄主，我认。等一等，还有一件礼物呢。你看，这是蒋夫人特意托人用飞机空运过来的，刚刚到。这是今天的校对清样，你核对一下。王处长，辛苦您了，为我们冒这么大的风险，还跟着我们受累。嗨，你们大小姐都不怕辛苦，我怕什么呀？一想到这些文字马上就能变成书籍了，我们兴奋着呢。再给我拿点纸。行，来来，什么？好，三响一厅，自己人，大家继续工作啊。好，自己人，下次来继续，来继续。来，王处长，来，哎，
王处长，这是高崇明高先生带给大家送来的。啊，你们太辛苦了。不过从外面看不到一点灯光啊，不会有人想到里面这么热闹。哎，是。哎呀，高先生真是细心啊。来来来，大家休息一下啊。哎，后面把刀子拿过来，把你刮开了给大家吃啊。哎，好。拿着。哎，来来来，吃太好了。高先生有反复交代，一定要严格保密，按印数发给工人们纸张，不多给一张纸。印坏的纸张要当场销毁。散工的时候要搜身，以防有人夹带出去。这两天外面风声太紧，宪兵队抓了好几个左翼作家，连在艺俗社说评书的瞎子一人也被关了起来，说是在唱词里骂了蒋委员长。特务们到处都有耳目，你们千万当心。嗯，你转告高先生，请他尽管放心，我这儿的人呢都是知根知底的，不会说什么纰漏。是，嗯，好，就。再坐一会儿，大家一起吃啊！来，再不吃都没了。嗯，不错，真甜啊，王处长。是啊。哎，刘月，再来一块。嗯，好，真解渴啊。干活吧，干活吧，干活，干活，干活了，来来来，别提了。嗯，哎，这天热的，还是外边凉快点儿。刚吃完，我出来倒瓶儿。来，好了，辛苦你了。没事，我先进去了。长官。我这线索还重要吧？很好，你的觉悟很高，胆大心细。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党国就好多了。我们不会忘记你的，不过你要守口如瓶。一定。一定，金队长在，赏60块大洋。是，谢谢长官，谢谢。走吧。哎，这面哥太多，吹吧，穿吧，穿吧，你看我包的，就是。你是谁？我记得小时候在家过年的时候。一过小年，我们家就招来70-80人，在后厨开始包饺子，一直包到大年30。这包好的饺子往缸里一扔，就开始冻。冻好了以后，就搁在仓库里，能搁5-6个仓库。哎呀，那个时候我记得最好吃的馅儿是酸菜夹巧肉馅儿，哎，夹巧。家巧就是麻雀，哎，供酸菜就得用7-8缸，你说那家巧得多少只？其实啊，我说这饺子，还是西安的酸汤饺子有特点。这些饺子可以下锅了吧？据说呀，有1000多年了，怎么吃怎么香。我每一次出国回来，头一件事儿就是到老花家，实实在在的吃顿饺子。那叫香啊！啊！哎，饺子来了！哎，让啊！饺子来了！来了！让张副司令和梁主任先尝尝啊！我先吃，长官先吃。怎么样？香吧？嗯，羊肉馅的，行，好吃。吃出是来，尝尝你们自己的手艺。抓紧抓紧，起步走！同兄，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出路。今年3月，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了协议，这就等于承认了外蒙的独立。南京方面十分恼火，不断向苏联提交抗议。而现在，日本在中国又不断的扩张。在这个节骨眼上，南京方面不惜牺牲与苏联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来，在抗日的问题上，陆延长不进一步退缩了。是啊，这样看来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以前我是这么想，不过现在我有了一个新的思路。嗯，如果苏联不支持南京方面的话，我们能不能把苏联拉过来援助他们西北军事实体？西北军事实体？汉卿，你想做什么？你真的想要效仿两广？哎，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如果我们抗日的话，没有苏联的帮助与支持，我们就这点家底，到底能血拼多长时间？嘿嘿，汉卿啊，你这个剿共司令看来越来越被赤化了。哼，如果这叫赤化的话，我才不在乎呢。告诉你，现在谁能救国我就跟谁干。胡哲兄，咱们都是军人，如果军人不能救国，还有何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再说了，我跟委员长跟了这么多年，说句实话，我实在是猜不透他的心思。就说有一天咱们把共党给剿灭了，委员长到最后是否真的抗日，我都不敢肯定。哎，但是我和周恩来只谈了一次，我就明白共产党要干什么。他们是第一步抗日，第二步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哎呀，其实这政治就像一出戏，共产党嫌国民党唱得不好，行啊，让共产党上台来唱一出，国民党听一听，这左右都是自己人，是不是？干嘛要兵戎相见？打什么呢？这打来打去打了十年，又怎么样呢？谁占了便宜呢？哎，你说说，就为这8万的陕北红军，拖住了我们两家整整20万的部队，这算怎么回事啊？报告，张副司令、杨主任，军官学校的长官别墅快建好了，请两位长官上去看一看。哈，韩青啊，你的行动够快啊，这就盖好了。告诉你，这打仗啊，第一是靠人，第二才是靠枪的。咱们办这个学校以后培养出的人才，全都是我们以后的左膀右臂啊，你说我能不上心吗？哎，我决定了，咱们两个轮番的住，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嗯，我来开车。行啊，走。走。副司令，总指挥，拐过这个山湾就到长官别墅了。嗯，胡春秋，嗯，咱们还是下来走走吧。行啊。怎么样，这个地方挺幽静的吧？好地方。哎，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好个地方为什么叫绝路岭呢？啊，远古殷代的时候，文太师兵败丧生于此，所以就名曰绝路岭。兵败之处啊，这可不大好。来，那边好了，那边推过来。客人应过来啊，搭把手，搭把手，请就师。兄弟们辛苦了啊！哎，慢点，慢点。苦什么苦啊？这修路可比打仗舒服多了。你怎么净想着打仗啊？废话，老子当兵就是为打日本的，都3个月了，一枪都没放。行了，哥几个都别说了。人家张副司令不是在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上都说了吗？这马上就要打日本人，打回东北去了。整天住在这神仙般的地方，还想着披甲还乡，谁信？呵，你信？行，你信他们说的话，今晚上就过年。来来，放这儿，来把土倒这儿。这真要能打回东北去，哎，还在这山上修这么好的房子干什么呀？夯实啊！哎，这有一点要开拔的意思吗？这张学良就会喊空口号，别都当真。哎，别扯淡了，有本事啊你也当官去干活吧。走走。副司令，这个长官别墅是军部一个留洋工程师设计的，我去那里看过了，保证你满意。司明九，到。啊？怎么着？副司令，
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真要跟共产党合作的话，你能管住你的手下吗？安青啊，我十七路军都是那些被逼上梁山的穷兄弟拉成的帮，从民国初期到靖国军时期一直都是这样。靖国军失败以后，我们退到陕北，那个时候就跟共产党合作过北伐。1930年，我们退到陕西，取得了地方政权。可以这么说，这些兄弟啊，都是跟着我一把刀杀出来的兄弟。我不敢说没有一个人无二心，但是整个局面，我是可以控制的。没事，胡成兄，看来咱俩是没福气享受这长官别墅了。我把他给炸了。你们不是担心张学良不想打回东北老家去吗？现在放心了吧？告诉你们，他是杨虎城，我就是张学良，你们可以撤了，开车。给张副司令敬礼。杰霸，对，这本杂志我和委员长都看了，反动之极太猖狂了，我估计他们肯定有背景。对，你要一查到底，我跟你说，这次委员长就是你的后盾，谁挡你道去查谁。对，绝不手软啊。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干了这么大的事情，是你们的耻辱。这本册子像是长了翅膀在陕西的天空飞扬，战地上、军营里、士兵学校、军官俱乐部，甚至连妓院里面都有。那地方你也去了？住嘴！
总之一句话，你们要是再查不出这本活路的来头，我这里可就养不起你们这帮爷了。主任，你到南京直接走杨虎城一本不就得了？哼，碰杨虎城没有点实实在在的把柄，这个老虎的屁股能摸吗？那怎么办？找证据。是。你们都听到了。站住！你们干什么的？我们是省党部宪兵队的，奉命搜查。没看清楚。看你个蛋啊！走！报告，金队长，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你们都仔细搜过了吗？是的。我告诉你们，干咱们这行的，那就得像二郎神，脑门上长眼。王署长，你还是招了吧，何必替人受锅呢？啊，说，这活是谁交给你？也不清楚你在说什么。我是军官，我要求接受军法处的调查，我要见杨主任。你少拿杨虎城吓唬我。我实话告诉你，这件案子是老头子亲自过问的，我告诉你，保不齐连杨虎城都自身难保。是不是杨虎城叫你印的？那就别怪兄弟了。嗯，总指挥，嗯，王维之被省党部的人抓了。啥时候？昨天晚上，
宪兵队抄了军需处印刷厂，抓走了王维之。怎么会走漏风声呢？我一再强调要慎之再慎呢。我调查了一下，前些天军需处印刷厂一个工人暴死街头，可能是他出卖了消息。那当时干嘛不警惕呢？他的同事们说他仗着会点拳脚，过去帮人收过债，怕是外面结了仇家干的。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人死也就死了，没往深处想。行了行了，维之关在啥地方？关在宪兵队的审讯室，恐怕这次要受大罪。这是难为这个老好人了，他要是熬不住，杨虎城没什么，东北军的一批军官恐怕叫人头落地。总指挥，用兵我赶紧通知一下张学良。不行不行不行，他的性子太率直了，把他惹火了，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领教过了。再说他出面的话，戴笠肯定要谈条件。不行，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没关系，有事我杨虎承担着，陕西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燕参谋长，你好。杨主任，啊，请。走，请。三位大家，光临此地，蓬荜生辉啊。杨主任，您可是稀客呀，若不是公务有请，您恐怕没踏过这个门。你这是白虎堂，杨某不敢误入。请。先说两句啊，还是请邵主席先说吧。啊，不不不，今天这个主要是有关军队上的事，我旁听就行了，还是燕总参谋长说吧。啊，好，今天雷主任请大家来，主要是为了协查反动刊物《活路》一案，这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案子是委员长过问，戴笠戴处长亲自抓的赤化要案。雷主任和宪兵队主动出击，破案有方，出战告捷。总之啊，案子有了突破口。这个案子呢，牵扯到十七路军内部的一些人啊，杨主任本人非常支持这个案子的侦缉，他主动要求和疑犯对峙，以正视听。燕某对杨主任这种识大义的坦荡胸怀表示钦佩。其实啊，雷某请各位长官来，一是指导我们宪兵团的工作，二是加强兄弟部门之间的关系，三是……雷主任，杨某还有军务在身，还是谈正事吧，不是要对峙吗？来呀、啊！
赶紧来。魏之，杨主任，魏之，扶他坐下，扶他坐下，去。真希望抓错人了，可是没有啊。王处长，杨主任来看你了。在这个时候，有些话你不便跟我说，总该跟杨主任说说吧。我知道你后面有人，可你何必要替人受过呢？这个人也真是于心何忍呐。把人放了，我以我人头担保。杨主任，你这不是吓死我了吗？人我可以放，只要他说出幕后的人，我现在就可以放。王处长，我再问你一遍，谁指使你印的？处长，你何必替人受过呢？你看看你现在受了这么大的苦，那个人躲在哪儿呢？他这个时候为什么不站出来了呢？让你吃了这么大的苦。说，说，快说呀！你快说呀！我渴望着把我必须跟你说的最为深情的话告诉你，可是我不敢，我怕你会笑我，所以嘲笑自己，玩笑的粉碎我的秘密，也就是这个缘故，我轻视我的痛苦，因为我生怕你会这样。我渴望着把我最真实的话告诉你，可是我不敢，
我害怕你会不相信这些话。不要严守你心里的秘密，我的朋友，你悄悄地告诉我，只告诉我一个人。你笑得那么温和，你柔声低诉，静听你的将是我的心，不是我的耳朵。夜是深沉的，屋子是寂静的，鸟巢也是笼罩着睡意。告诉我，透过欲泣犹止的眼泪，踌躇未决的微笑，怀着甜蜜的羞怯与痛苦，把你心里的秘密告诉我。你也知道泰戈尔这首诗啊？嗯。你说，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该多好啊！不过没有战争，我也不会认识你啊。不一定。我觉得就算没有战争，我们两个一样可以认识。哎，好像鱼上钩了。啊？哎哎，真的！哎，赶快拉过来，拉过来。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日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与之相比，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但是我有信心看到日本的政策能按照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到那时说什么呀，到那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我们在那时候才能与主张抗日的同志互相笑着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然而，哎呀，然而，目前我们还在被误解，在我们和平运动的征途上会遭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的被骂为卖国贼、汉奸。我已经做好了挨骂的思想准备了。黑金，你真是李鸿章，你给了日本人那么多的好处，他们还派人两次暗杀你，你真是个窝囊废，净说些狗屁话，老朽与你势不两立。这样话无稽之谈，一旦宣战，我们沿海及长江流域必在三日内袭为敌人所蹂躏，这不是引狼入室吗？是啊，怕就不抗日了，不战就言书，这和汉奸言论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汉奸言论，日本人都立不抵抗，我们还能坚持几天？是啊，是啊，对啊，对，不能这样。慎开口，勿放炮。哎，难道不抗日？对，当不当保国奴啊？没错，肃静，秩序，秩序。哎呀，这官司是不如出来抽口烟透透气啊。确实啊，啊，哎呦，怎么，汉卿也溜号了？哎呀，这种会没法开了，简直在折磨人的神经，什么东西嘛！每次当会开到这样的时候啊，总是汉卿跑出来放两炮，激活死水。怎么？今天这么沉得住气啊？今天已经够热闹的了，我就别在里面掺和了。这个何敬之啊，又在重谈那个汪兆铭的老调子。这次会上，委员长宣读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我看是一时激起千层浪。人家中共方面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哎，人家不但不妨碍我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扶助我们，并且可以和我们各级要员进行谈判，底牌都亮出来了，简单明了。而我们中央自己的态度呢？哼哼，这就叫啊，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
临到这个国难严重关头，应当不惜牺牲来运屋救亡。中央对于外交所报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在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自此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个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的牺牲。关了吧。你们听听，你们听听，看来我们致国民党592中全会书对南京政府还是起了一定触动作用啊。老蒋这么一个顽固的妥协派，也开始显现出对日的强硬态度，能迈出这一步应该给他个肯定啊。这也是形势所逼啊。近半年中，蒋介石是有变化的，他在动摇，这个时候是逼蒋抗日的最佳时机。过去把蒋介石所代表的力量排除在外是不对的，当然让他走到跟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但我们不应该放弃，应该逼他跟我们联手。但是这一次联手，我们必须汲取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留下的教训，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必须保持我党的独立性。共产党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能认为是一个民族的党。我来陕北啊，有一件事给我启发很大，就是这里毛驴很多啊。老百姓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我同样来的分析啊，目前红军不宜再发讨蒋令，这样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给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停止内战，实行一致抗日。日本人对这个形势看得也很明白，所以不断地拉拢国民党的亲日派，企图建立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这是个政治上的大较量，蒋介石本人是这场较量中最重要的筹码，现在就看双方谁能得手了。有道理。哎，刚才老毛形容的又拉又推又打很形象嘛。坐下。你听听上帝的声音，他洞察着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思随着性子跑远了，他就帮着我们收回来。我刚刚做完忏悔，请求上天让我再坚强一些，
除了能直面苦难，也能让我直面诱惑，哪怕那种诱惑是一个梦想。我要把我自己完全交给天父，因为他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梅林夫人，我是特意来向你告辞的。还有，感谢夫人送给我的兰花手绢。夫人的兰画得极美。Peter， 保重。韩青啊，明天回西安了。啊。看看这把枪，想知道这把枪的来历吗？哈。好。我跟你说说，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1935年，他又被王亚樵行刺。1900年，陶成章行刺西太后。1912年，他又被我刺杀。那年，我26岁，用的就是这把枪啊。汉卿啊，看看这把枪。好。是吧，好枪，送给你了。啊，这些事情啊，简直就像个轮回。我也在想，何年何月的某一天，同样的命运也会落在我身上，而那个想取我性命的人又会是谁呢？您太过虑了，我想您最近有些疲惫，心绪难免有些烦乱，妄生谬想。也许吧，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忙于处理两广事件。啊，西北我有些顾暇不上，汉卿不会介意吧？当然不会，我知道委员长最近面临许多千头万绪的纷扰，我不能在你的身边时时分担已经很惭愧了，怎么能够再给你添忧呢？再说现在西北前沿局势稳定，没什么大碍。汉卿，我要的可不是这种稳定啊。西北不可以无战事，否则共产党何时能解决呀？
建国，你今天在会上不是说可以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吗？我早就说过，中共问题的政治解决就是毛泽东向我蒋某人投诚，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红军向我国民党军投诚，此乃唯一途径。可是毛泽东能答应吗？谈判可以尝试，我准备请周恩来到香港来谈谈，但是以武力剿灭之才是真正的上策，至少也应该给红军以沉重的打击之后再回到谈判桌上，我们也好办得多嘛。吴院长，我觉得只要中央抗日一致对外，内乱的问题好解决，否则红军冒抗日之名与中央抗衡，你看陈济棠和李宗仁不就是如此吗？春秋无义战，什么抗日啊？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是为了他们一己之力，这是在和我蒋某搞军事较量，政坛争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们口口声声喊着抗日，可是从四边一开始直到六月下旬，日本人已经派遣了军官百余人到越军充当顾问，30名日本空军顾问也被派到广州的天河机场协同作战，引起了空军将士的极大愤慨。最后空军司令王光瑞率全部空军倒戈，余汉谋不是也倒过来了吗？好了，不提这个事了，这些乱摊子我来收拾。阿青啊，你集中精力把陕北的刺化灭了，这次来个一不做二不休。那你的意思是？直接打下中共的心脏，瓦腰脖。蒋介石这个人啊，政治嗅觉比他的军事嗅觉好，他崇拜拿破仑的战术，却不懂得像拿破仑一样的鼓舞士气，他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突击队员式的英雄，可是马骑的又不好，冲不到最前面。哎，北伐期间啊，他几乎没有打过一场胜仗，现在呢却又给我们较上了劲。现在要蒋介石对红军转变政策了，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啊。在他看来，自己为一国之主，我们为草寇，蒋某人自己这么看，历史不一定这么看，最后沦为草寇的可能恰恰就是他自己。蒋介石姓蒋，蒋字怎么写啊？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将，草头将军嘛，不就草寇吗？这蒋先生的名字却大有来头，据说是取自《易经》中的豫卦，叫做中正自守，其戒如石。老蒋要是真懂周易的话，那他一定知道《易经》中比卦中说，比之自内，不自失也。意思是啊，如果手下人顺从统领者，乃吉祥之兆，可是蒋介石面临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两广绥远不用说了，就说张少帅吧，已经受不了他这位仁兄的顽固不化。依我看啊，蒋先生真正的麻烦还在后头呢。最近啊，我好好琢磨了一下张少帅这个人，老实说是个公子哥性格，做事无常性，但是敢作敢为。刚开始他就是作为他老子的接班人来培养的，
但是呢，他又看不惯东北军的旧军阀风气，想把部队改造成一支具有纲领性的新型部队。他在变。这样一来，他的思想结构就很复杂，加之他周边亲近的人都是些老牌旧军阀，所以一旦跟我们接触，他马上就被我们吸引了。一是我们政治能力强，再是我们不怕死，有献身精神，三是背靠强大的苏联，这三点都是中国地方实力派所缺乏的。所以很显然，张学良跟我们合作是真心的。我这人啊，喜欢造反，也喜欢造反的人。张学良当年意志啊，就是造反的。他能选择意志归顺南京，而不当土皇帝，很了不起啊。后来啊，你想想，他当时没有受到中国的任何武力的胁迫，也不是走投无路，相反是冒了很大的风险，顶住日本武力的威胁，而采取这样的行动。这对中华民族功莫大焉呐！实际上，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从骨头里的蔑视。这个历史功劳啊，谁也抹杀不掉。吴院长，你知道周恩来这个人吗？我怎么能不晓得他呢？此人本事大得很呐。1924年，黄埔成立，我是校长，他是政治部主任。1925年，总理逝世，黄埔举行公祭，我主仪式，传念祭文。同年，黄埔东征讨伐陈炯明，我和他并肩作战。后来北伐开始，我想把他留在身边，可他总是和我作对。可惜了，可惜呀！也可能就是所谓的道不同而不相为谋吧。吴院长，其实红军从人数和枪支上是中国地方势力最薄弱的一支。目前日本大敌当头，我们为什么要把区区的红军当作首患呢？韩青啊，你怎么了？怎么替共产党说起话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他们是杀富济贫，他们发动穷人进行土地革命，用暴力剥夺富人的财产，甚至直接消灭富人，这是历史的倒退。他们用共产主义邪说，让贫苦农民的恶行变得光明正大，农民可以公然打倒富人，推翻政治秩序。韩青啊，你是穷人吗？共产党把刀都架到你的脖子上了。可是我们用国防的主要力量来对付这区区的几万人，这值得吗？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颗棋子而已嘛。汉卿诧异，毛泽东可不是谁的棋子。不得不承认啊，他是熟悉中国的，他是个熟读过中国历史的狡猾农民。莫斯科培养出来的王明博古只不过是两个懵懵懂懂的孩子，从井冈山到瑞金，经过20000多里的逃亡，到达陕北，都是毛泽东自己走出来的。
而王明博古呢，是靠别人扶起来的。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谁熟悉这片土地，谁就可以生存。我们千万不能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1936年6月，蒋介石严令张学良部配合晋西渡河之中央军向瓦窑堡方向夹击。张学良通知红军紧速撤离，因物资搬运不及，双方连续出现几次小规模的交火，使蒋介石更加打消了所谓张学良通共的疑虑。中共中央安全撤出瓦窑堡，转移到保安线。火炉一案弄得是虎头蛇尾，这是我们的耻辱。我就不多说了，景队长，在把新的任务布置下去。如果你们再失手，你们就自己尽忠吧。是。情况是这样的，戴处长得到密报证实，反刊活路系副东会头子高崇民为主谋策划，现在高崇民已经潜逃，参与的还有东北大学的赤化分子，我们这次主要就是抓他们。他们秘密聚会的地点我们已经掌握。是我们刚刚抓获的两名共党。我们不是什么共产党，我们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对，长官，我们是东大的学生啊。东大的学生？哎，你们有逮捕令吗？我们是奉蒋委员长的命令抓捕共党要犯，咱们各自执行公务，彼此行个方便吧。啊，好，就给你行个方便。带走。嗯，带走。哎，你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啊？干什么？你说他们是共产党，他们说你是土匪，都给我扣起来，带回警备司令部。什么？你太过分了，我告诉你。你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后路，你带走，走好，快走，快走！刘先生，你没有说实话，张副司令是帮不了你的，刘先生。雷主任，讲。
你们几个好好的伺候刘先生。是。你，还有你，出去。兄弟，我什么时候能出去？你们可以走了。啊，走走。啊，已经查明，你们是东大的学生，回去吧。可是我们的刘先生也被他抓走了。对呀、啊、对呀、啊。走吧走吧，不要多事。可是走吧。走。妈了个巴子的，敢抓老子的人他妈的找死。来人到。把我的军装备好。是。还有。把孙明杰给我叫来。是。汉卿、啊、怎么了？没怎么样，没事，真的没事。到底怎么了？没事没事，你赶紧回去睡觉啊！我答应你，明天一早我就回来啊！赶紧睡觉啊！去吧去吧。哦，进来。副司令，出什么事了？你给我听好了，给我备两辆卡车，每辆卡车都要装满人，要全副武装。再配上两挺重机枪，十箱手榴弹，快去办。副司令，出去不去？是。妈了个巴子的！李建邦来了，让他进来。是。江主任，误会呀，误会呀。雷主任来了。哎呀，看来今天晚上西安城里醒着的人比睡着的人多呀。黑某无奈，摊上了这人不待见的话。难免也得罪过杨主任，可这都是为了党国呀。雷某冒昧打扰，就是想请杨主任下个命令，把我的手下给放了，还有那些共党疑犯我也要带走。秋山到。既然雷主任亲自来了，说明那几位不是真正的土匪，把人还给雷主任。你也接受过教训，以后不要以貌取人，说不定西安城里那些像土匪的都是雷主任的人。去吧。是。谢谢杨主任对卑职的支持。那两个学生。我是西安绥靖公署的主任，西安城里出现乱党，我当过问此事，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人留下，我要亲自审问。这什么？你信不过我杨某？不不不，这那就回去吧。
副司令。哎，青山，你来的正好。省党部的那些混蛋们竟敢随意抓我身边的人，还殴捕东大的学生，这还了得？我让卫戍部队去把省党部给砸了，再逮几个特务回来给毙了，这口恶气咱得出。副司令，你太冲动了。我是中央常委，剿总副司令，省党部那些人算个屁啊！啊，他们竟敢藐视我张学良，逮那些共产党都逮到我身边来了，他们是何居心呢？啊，副司令，这样不妥。泄一时之愤虽然痛快，可后果不可收拾啊！我管什么后果啊，先痛快了再说。副司令，你自己的后果你可以不管，可东北军的后果呢？整个西北大局的后果你也不管了吗？哎，这跟我杀几个特务有关系吗？有关系，副司令。如果借此而起义联共抗日，杀几个人倒也无妨。倘若无进一步计划，视为痛快，那将授人以柄，陷自身于不利之境，小不忍则乱大谋。副司令，我们还要干大事啊。那你说这事儿我该怎么办啊？九一八之后，这些个东北的学生一直跟着我流亡，已经够受委屈了啊！现在连他们的人身自由我都保证不了，我还怎么做人呢？再说杨虎城那头还帮我顶着雷呢。可是你想过没有，你抄查省党部，那是对委员长的直接犯上作乱呢。这个乱我做定了，咋着吧？来人，在。用我的专车把邵丽子请到这儿来啊，还有把燕道刚请到我家去。是。副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呀，要给邵丽子一个警告啊，让他知道我是被逼出手，绝不是耍少爷脾气。至于那个燕参谋嘛，虽说是委员长的耳目，可又是个老好人，我把他稳在我的家里，一是为了不要走漏风声，二也是为了护着他，万一这委员长怪罪下来，他也可以为自己开脱嘛，他可以说不知情啊。哎呀，副司令，外间多传你少帅孟浪，其实你的心思神秘得很呐、啊。可惜啊，他们不知道你这一面。让他们知道干什么？我活着又不是给他们看的。省党部宪兵队抓我的人，抓我的学生，为什么不通过我呀？啊，我可是西北剿总副司令啊，我可以代表委员长的。对对，我是中央委员呐、啊，在陕西我可以代表中央的。
是是是，汉卿，是的，是的。你们根本就没有把我张某放在眼里。你们要干什么呀？啊？这可不是对我呀！你们这是藐视中央，藐视委员长。我，这是故意跟我作对，是不是？啊？哎呀，盛主席，啊，你们陕西省是不是不想容我张学良啊？汉卿啊，副司令，这话从何说起呀？你先息怒，先息怒啊！整个事情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这样，待我查清，我一定给副司令一个圆满的答复，好吗？不劳主席大驾了，我的人已经去省党部进行调查了。啊？燕参谋长来了，快请进。张秘书好，副司令呢？这么晚来找我，想必一定有要事吧？他现在还有点事，让我先陪您在这坐一会儿，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啊，怎么好麻烦赵秘书了？夜深了，你先去休息，我自己等副司令，没事的。都这个点了，睡意早已经过了。听副司令说，燕参谋长棋艺高超，今天正好请教请教。哪里哪里，那是副司令过奖了。请。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快走，快走，马上来，接上来，别怕他，快走，苏宝，保持。刘先生，这副司令让我来接你，快，快点，撤，撤，别动，别动。先生，到，去看看是谁。是。哦，雷团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不好了，省党部让东北军给抄了。啊！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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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副司令他，燕参谋长，该您了。啊啊！对不起，请等一下。啊。喂。哦，知道了。参谋长，汉卿说他回不来了，您还是回去睡会儿吧。睡倒不必了，天都快亮了。告辞，赵秘书留步。您慢走。报告副司令，这几个都是小头目。
啊。你们都让开。副司令，杀不得呀！我是想让他们知道一下什么是大小王。副司令，就在此时，这一天是1936年8月29日，史称燕晚。